第四题，小线用上影天平量质量，他问我们正确的操作次序为何？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跟各位说过了，我们使用天平的第一步骤呢是要归零，所以呢我们要先做的是乙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要把代测物放在左边，所以接下来放的是甲。然后我们要再砝码放在右边，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把比较重的、比较大的砝码放上去，然后再开始依次加比较小的。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丁，然后呢再来是丙，所以我们的次序呢应该是丁、乙、甲、丁、丙。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呢要选的是 C， 乙、甲、丁、丙，这就是我们使用天平的正确的操作次序。